姐姐在这边看到了好多玩偶。啊，哇，是玩具耶！这是玩偶区啊，弟弟。姐姐，你喜欢哪一个玩偶啊？这里好多宝可梦哦。应该也可以交换新版，只要是30块以内的。这里的话不会很贵啊，60几块钱。可是姐姐只要玩啊，没有，下面是100多。如果是宝可梦的都比较贵，因为这个可能跟有授权有关系吧。可是要99。对，精灵球多少钱啊？精灵球80。80哦。喵喵，你看这个喵喵特大。嗯。喵喵特大。这里有，这个是玉米人。哇，姐姐这个好可爱，这个是狗狗，这个应该是哈士奇。对，可达亚看到了，它是超能力系的。吃玉米啊！弟弟不要吃，哎呀，你这样子会让把它弄脏了。夜一步哦，漂亮哦。还有那个什么鸡，弟弟。上次看影片，对，尖叫鸡，哦哦哦哦，好了，好，不要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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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再玩了，哎呦，我吵到别人，我吵到别人。